现在我们就来介绍这个 Vazoo 哈。那一样，你把老师的这个教学影片打开之后，我们来看，就是说，你看像我刚刚这样子做录影 ，OK。但是如果我要剪接，其实就有点困难。所谓的有点困难，就是说，我们刚在讲话过程里面，我如果是像我们刚刚的剪接方式，我是不是只能去掉前面的，跟去掉后面的？哦，中间的字有错，是不是就有问题了？好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请问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语助词？嗯，哦，哈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这些语助词。你如果真正自己去听自己录下来的声音，你就会发现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话在那边，而且有些时候。你可能停顿的点不对，你就会发现那个讲话好像突然顿一下顿一下，所以你要针对这些内容去做就是剪辑的时候会非常不容易。为什么？你看我们传统的影片剪接的工具有没有都是看声波？请问你这样看得出来哪一个是最迟吗？看不出来，也看不出哪一段要剪，你只看得到它的声音的大小声。哦，所以说这个就会蛮难的。那一般我们的标准的影片剪接软体通常都是以影片的剧情为主，也就是我看内容嘛，好，就不是用口语的。可是如果你是像一些我们比如说教学影片、报道的影片，甚至纪录片，这些是不是比较多会有口述的？那这个时候我用 Vazoo 就会是一个比较方便的选择。那你看下面这里，它也会跟我们刚刚一样变成投影片的方式。待会呢，你进去之后，你就会看到上面这个就是在做剪接影片。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字不要剪掉，我的影片就剪掉了。下面就是给你编辑字幕的，所以它等于这样子两个合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把我们的教学影片。或者是比较文字为主的纪录片就完成，这样 OK。 好，那所以我们往下走，你刚刚去到这个网站，其实它也都有提供繁体中文，甚至呢你如果不想装软体，它也有一个线上的体验版，好，都可以，只是说功能上来讲没有办法完全都可以用，只有多就是多数可以用。所以如果你要比较完整的，还是需要像我们刚刚这样把软体装好。那你软体装好之后呢，它会要求你看要不要做登录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注册账号？如果你不注册，请问可以吗？也可以，这样了解？你可以先以后再说。好，那按了之后，它一样的，它会帮你先载入一个就是范例。所以等一下，我们虽然还没有内容，你可以先从这个来剪剪看，这样了解？好，那么未来如果你想要注册账号的，从哪里？从左上角这边，有没有我的 Vazoo 这里就来注册会员。因为呢，你如果是免注册，就是现在没有注册不是会员的话，它目前的限制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月可以有90分钟的语音输入分析的那个时间。那如果你现在成为会员之后，它就没有限制，这样了解了？还好我们刚录的都没有那么长，所以没有差，这样了解。好，那你看哦，我先播放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先看，你有没有发现当我在播影片的时候，我们下面这个字幕有没有跟着一起跑？那它把每一句是不是都变成一个好像投影片一样？好，那你看我点到这里，我的影片就会怎么样？是会跳到同样的位置。这个如果你觉得不够大，你可以稍微撑开一点，这样是不是看得比较多的？好，你看哦，我们在这边，这里是不是嗨大家好？所以我如果不要嗨可以吗？你就来这里，不要嗨，我按倒退键，有没有发现字幕有同时删掉了？其实影片也删掉了呢，真的吗？我们来看听看看哦。有没有没有害的？这样有没有比较简单？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今天
今天想要拍摄的主题呢，就是这是什么？当过一天。好，今天如果这两个字幕想要合在一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请问，在这边跟在这边，如果你在这里，可不可以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？ 平常如果你有两行的文字，我要把它接在一起，你是会按 delete。如果在这里，你是会按倒退键。所以你看，点到这里，按倒退键，有没有两行变一行？影片有没有就接在一起了？那你看哦，好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两个点点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我在讲话的时候有没有这里有停顿？所以如果我不想要中间有停顿，点到它 ，delete， 这样子我那个停顿点就删掉喽。这样了解？所以呢，您看我们刚刚这边，你要开始正式使用的时候，先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个快速键，快速键就在这里。刚刚有没有讲 delete 跟倒退键？啊，你可以把这个删掉。好，那如果你想要播放它，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按键盘的 tab tab， 一个按空白键。所以我就可以边剪辑边播放，比如说你看我要让它播放，按下空白键，有没有就可以了？对不对？我就可以看哦，这样对不对？不对我就点，它就会自动退到那边去。哎，这个，那我今天如果我在这里要颠倒一下，比如说我先介绍我是谁，然后再来跟大家讲大家好，可以吗？你看哦，我就把它勾起来，这段投影片，我是什么什么，好，来等一下，我是什么什么，今天我可以换行一下，好，换行，按 Enter， 有没有换成另外一行？然后后面我把它移上来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的简介影片是在用文书处理的方式在做处理，比我看声波是不是容易多了？好，现在，的应该也要下来。我是这个的应该不用，好，这里先删掉好了。我是什么？今天是在家工作，这样可以。好，那我希望说大家好放在下面，我就把它勾起来，按着往上拉，这样有没有顺序就颠倒了？所以我就告诉他，好吧，你 play 一下，这样是不是就颠倒过来了？所以如果我讲话的时候不小心顺序错了，我也可以这样调整。这样有没有就觉得方便很多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把画面还给大家，你来先试看看，好吧？来。